还在用这种马克笔吗？不能叠色，还透纸透色。现在小朋友都在用这种丙烯马克笔，颜色鲜艳，还可以叠色，白色还能提亮画面，还不会透纸透色。你的马克笔是不是不能画黑纸？我的丙烯马克笔就可以画黑纸，画到手上还可以水洗，特别的好用，推荐。